由崇越科技斥资打造的说绿能观光工厂安永新食馆，今天举办了圣诞点灯音乐会，副县长林建荣、立委陈欧珀以及各乡镇市长等人都到场见证，一起点亮圣诞树。一起点灯。主办单位表示，在南方澳断桥事件发生后，大大影响到苏澳的观光跟镇民的心情，所以希望透过点灯仪式为地方祈福，更希望苏澳亮起来，南方澳的风华再现。我觉得说，很多地方在推动这个地方赶快振兴产业的时候，交通部观光局也在推动我们苏澳小镇南方澳能够再发展起来。那么身为在苏澳镇的一个企业体，那我们也尽一点心力配合这个活动，很多的各方的这些企业界或者是社团学校或者是说政界人物我们的政府单位，我们共同来做一个点灯活动。那这个点灯我们希望说能够点亮我们苏澳镇，能够让我们南方澳再重现我们的风华。另外，圣诞点灯音乐会也特别请来拥有无数粉丝的女子跨界团体无双乐团，以及获得全国丝竹合奏特优第一名的北城国小丝竹乐团来演出，而精湛的表演让在场民众看得入迷，也听得过瘾。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